小姐，你有冇时间倾几句啊？小姐，你有冇兴趣倾几句啊？你有冇兴趣做？ 你而家系咪唔忿气啫？埋怨公司唔签你做 model 啊？又系你自己话嘅。总之有钱请你做咩都得嘅。而家请你，你又唔俾心机做。 小姐，你有冇兴趣做经济 model 啊？等你一下啊，有冇时间啊？小姐，可唔可以倾几句啊？小姐，你生得好靓噶。其实咧，话俾人听，想做歌星，又会俾人笑发明星梦。经济 model 就唔同啦，又靓又唔辛苦，俾人影下相就得咯。咁你自己又唔做？ 我而家做星探啫嘛，如果冇人做星探，邊有人被人發掛啊？係唔係？我俾你一個名片啊！<笑>